你的道歉，他接受了吗？没有。那再继续，不要放弃，做他喜欢的事，讨好他。做他喜欢的事。那个，咖啡。你干嘛拿我的杯子啊？就拿错了，所以这杯给你。我现在不想喝。都已经泡好了，也是你喜欢的，一点点烫。你拿错我的杯子，现在要逼我喝，是不是过分了？好，你不喝我喝。这是我的杯子，你要喝，你去拿你的杯子，把咖啡倒过去。反正都会洗，这么麻烦干嘛啊？你又不喝。怎么这么早回来？现在才快10点而已，这么早退房很亏耶。发生什么事？小叶，你干嘛？我跟我弟上床了。什么？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喝醉的。他是我弟耶，我怎么可以？但他没有喝醉啊。如果他不愿意，也很容易反抗。应该是我一直缠着他，所以他才。Calm down。你们都是男人，就算是你缠着他，不要就是不会要。但他也不会自愿就。先让我弄清楚，你跟你弟上床。那谁是一？萧立成，这个是重点吗？当然是，谁是一当然是重点。如果小叶是一，那他弟自愿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他弟可比小叶会打，拳头又硬。所以，我零。那可能就是你缠着他，他半推半就。毕竟他才刚20岁，是经常冲脑、下半身思考的年纪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向他妈交代啊？不管怎样，
还是得面对。他现在应该还在旅馆吧？绝对在。一个请客身上只有1000块的小鬼，是没有办法 check out 的。我去救他，带他回来，让你们兄弟俩聊一下。一直没有钱。我说过，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亲你。凤姐，昨天晚上是我故意灌醉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不管愿不愿意，拥有你是我送给我自己20岁的生日礼物。因为我爱你，我想要你只属于我一个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是你哥哎！不是我哥，我也不想要你当我哥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想要叫你哥。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走。别讨人厌了。